推荐的信来说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就对于所有的学校来说，推荐信不交的话，你这个申请他就不会去进行考核的，所以推荐信这边就可以看到，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，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东西。像我们中国人讲一个东西，就一面之词。你申请的时候，你自己递的所有文书都是一面之词，推荐信是从别人的角度来去评价你的，就好像，其实在我看来吧，我觉得你要申请学校和你去找工作是完全一个道理。你找工作的时候，他也问你，你有一些什么推荐人呐之类的，你自己说自己这好那好，然后打电话给那些推荐人问，哎，你还会雇佣这个人吗？他们也不会，一般也不多问，他就问你还会不会雇佣这个人，人家说不会，那所以推荐信其实是给了招生官一个可以全面了解学生的机会，知道你在老师眼中是什么样子，因为人对自己的认识是不全面的，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什么样，可能跟别人看你是有偏差的，所以我们其实是很重视老师对学生的评价。